顶。我们主要看到这个顶名字叫做创意起点青铜顶，因为它注入铭刻的钻钉是这个顶的容量和重量。那么这个地字在青铜古史中其实也只呈现在于文献资料上，而正好共100枚的金铭。那么古时候的这样金，我们为什么能够推算出一斤呢？我们讲到最生长的金质，都是它的金质用上一个金铭。Thank you.
怎么穿草鞋呢？这看起来还不错啊。倒的人可以睡那里。